拢想要甲你见面，但是我无勇气，无勇气讲出我的心意。你是为你是神，我暝山又搁睏拢袂去，心情有时低迷，有时又搁透出苦涩。这就是爱情的滋味。哦，爱着你，爱着你，爱着你，我已经爱着，爱着你。想着你，想着你，想着你，想着袂过去你身边。爱情是讲袂出的道理，爱着是梦游。我甲远山比亲兄弟搁较亲，你竟然敢伤害爷老爸！你让我相信，这是你几十年来的奋斗，你牺牲别人性命，同讲是叫做奋斗。你让我因为你感觉骄傲，我若是因为你感觉骄傲，我该要死人。这世间上，敢还有天理？你要成功，我甘愿拍这个罪名，让人配谈配乱，目的就是要维护这个家庭。敢讲爸爸天生就这尼啊残忍，是无？你就无法度体会一个老爸为家庭付出的痛苦。我甘愿出世在一个善良善良的家庭，我不爱在一个乌烟恶毒的环境。而这个家庭，就是因为你，才会变到遐见笑。我就要走，文杰，你想哪？文杰，我知道了，谢谢你啊，谢谢谢谢。黄玉成居然能够把这么大的企业长期集团搞得面目全非，那实在是不简单嘞。哎，东北啊，你别假讲哎，这摆什么时代啊？人这摆吼是派团体战，爱各部门互相配合。啊，黄玉成一个人爱六条条，安怎讲爱倒？看到伊安尼，加太过爸爸辛苦经营起来企业。我现在还是真艰苦了。远山，以我看你这阵的工作量比伫个明远骨较济，相对的工作时间嘛骨较长。只要你照安尼努力打拼，有一天一定会照你的心愿，把长青摕倒转来。多谢你的鼓励。对了，干部接下来消息。你稍等，远山，是碧玉阿姨要找你。等下，阿姨，好啊，在哪位？
阿姨。我再替你叫一杯冰咖啡。多谢阿姨。阿姨，你出来跟我什么代志啊？文姐这几天有去找你无？文姐变老可能找我啦。阿姨，先坐哟。文姐跟伊老爸冤家啦，离家出走，我想伊这摆应该袂阁回来。有啥物？不知。文姐以前甲你发生这么侪冲突，是因为伊认同伊爸爸，想要帮助伊爸爸。不过今嘛，伊了解一寡代志，所以决定离家出走。我希望你当带领着恁俩的感情，甲伊和好。今嘛，嘛敢你会当帮助伊。帮助伊解除心内的痛苦，你顶下答应阿姨，袂使。你若甲文杰见面，你会原谅伊，帮助伊好无？阿姨，文杰今爸爸到底是安怎？你是毋是会当甲我讲啊？有一寡代志，我无方便讲啦。也是等你甲文杰见面，让文杰亲自甲你讲，袂使。你若拄到文杰，要叫伊一定要敲电话给我哦。哎，你也是无方便讲，我袂勉强你啦。等我找文杰，我再甲伊问个清楚。我嘛会叫伊敲阿姨。还佫有一件代志，袂使，你一定要考劝你阿哥，莫佫互国传骗啦。听有啥？国传是要利用你阿哥，是要东山再起。而且你阿哥若是继续甲国传安尼落去，对你阿哥来讲是一种伤害。这个代志，我替阿哥来甲你分析咧。我嘛是甲阿姨同款，有真侪代志。想要讲，却讲不出嘴。七妹，来，加减食寡，哈。我食袂落啦。朝朝健康医院在找啊啦。啊，你做民工有烦恼，什么拢唔食，身体变来卡面啦。来。姐姐到即马拢无消息，我唔来食会落去啦。我知影你烦恼，加减食寡。对身体较好，来。什么代志？董事长，本先生来啊。我知影。是呢，袁山若知影我伫遮，一定无欢喜。无你落去看下者。袁生，你来这尼久无来看阿公？阿公，听讲你公司经营啊真好。无啦，打开始所以较无闲啦。不过今仔日是专工要来找阿公的。我甲比如来见过面，啊是有一挂话，我当面甲阿公讲，啊可能某一挂话，阿公你较无介意听。碧玉阿姨，伊是希望我甲文杰、阮兄弟的感情会当好好，而且会当共同打拼。真好啊！我甲国传嘛希望安尼。阿哥，国团即卖是明远公司代理总经理，伊的目标已经一步一步都要达成啊。碧玉阿姨是讲，伊真正伫咧利用阿哥的感情，伊想要搁再伫咧企业界东山再起。你嘛无啥物唔好啊，阿哥啊，伊咧利用你，真的无啥物唔好啦。我本来就希望各界当东山再起，你才会帮助文杰。阿无伊的所作所为，文杰都非常无谅解，
甚至文杰伊也无去明远上班啊，伊嘛搬入去树园呢。好，我知影，还佫有甚物代志？阿哥，我个人是希望，你若比喻阿爷袂听入去，我先走。姐妹，袁山拄只甲你讲的话，我拢有听着。连你家己的囝都无谅解你，你还阁有啥物话通讲？我来想应该是，因为我对你的感情，只有文杰甲碧玉知影怎样呢？你变了。飞碟，我这个人，一世人注定要让人无谅解。20多年前你未谅解我离开我，20多年后今日远山也未谅解我，处处咧重伤我。文杰甲碧玉也同款未谅解我。我这个人实在真该死。我若死死咧，无得确是一种解脱。国产。因无谅解你，我会当慢慢补救。不过我已经谅解你啊，安尼感觉无够。亲妹，我苦口断是好德好能，会当得到你的谅解，会当得到你的爱。我不要讲死。你伫我的身躯边，有你的爱，我啥物拢无计较，啥物都能放弃。我即摆想甲想的是，会当离开这个纷纷扰扰的世界，咱来去一个无人打卡到的所在，干那你甲我。我嘛希望安尼，阿哥。我会用的，你袂用的。你有家庭，有某，有囝，有孙，而且碧玉即摆身体阁无好，你必须要照顾伊。叫你甲因帮的，哪有可能？七妹，你就是只善良，才会当体谅人。无怪文杰甲碧玉拢遐尼敬重你。啊！即摆文杰已经离开啊，总经理无人做，公司要安怎经营？唉，我已经无这个能力，通去经营公司啊。相公，你无这个能力。国灿，我即摆正式，予你做总经理，好不？七妹，照道理讲，你的代志就是等于我的代志，也毋过。你是咧顾虑啥？我是惊袁山为着这个代志，又搁未谅解你。袁山本来就无谅解啊，啊，非得是伊甲文杰家己歹做的嘛。好了，为着你，我唔管别人安怎讲，别人安怎想。看起来我已经掌握庄启美甲伊的公司啊。伤心的，伤心的，彼个你到底是缘？爱着你，我已经爱着，爱着。想着你，想着。交代你的代志，拢讲好势未？拢讲好势，所有董事啊，拢同意你政府的计划。真好，公司的资金若饱，钱变钱。相信拼袂过客户团，是啦，是啦。
各位董事，那呢，咱即马就来决定是毋是要争取。有赞成的，请举手。若是无赞成的，请举手。若是安尼啊，即摆争取计划就无通过啊。董事长今日出现吼，予咱长青吼开始连连，我直接提起吼，竞选董事长的意见。既然各位董事决定要改选董事长，来呢，咱即马就提名人选，好不好？等下，恁明明就是事先串通好势，恁唔通袂记起，我的丈人是上大的股东，除了我，谁有资格做董事长？吴玉成，我有资格无？无去啊！是你，一定是你，无唔对。不管你安怎提防，嘛无法度通提防我。你的钱我拢总赚出去啊！当初你是安怎做董事长的，你家己真清楚。我即马只是予你转去你以前迄个一无所有的人。雅文，你，你敢怕我？要唔紧你来。黄玉成，我看到无，江海大爷派神武兵上厉害的杀手要来伺候你啊啦！江海大爷要你的性命，你再惨咯。黄玉成，我捌甲你讲，我有法度予你坐这个位，我就有才调甲你救了。海大，进前你定甲我洗面。对我遐尔啊无尊敬，讲我是乌道，是通一块。我即摆人伫咧遮，你卡。海大，我毋是这个意思啊。海大，你帮我刷好无？凭我的头脑，甲咱过去的交情，咱阁有句合作的机会啊！你莫安尼啦，求你帮我刷好无？放你耍，较早你不是话头打真意，讲要我歹看，啊？你免求我，你要求的人是雅文。伊讲安怎就安怎。雅文，我这么照顾你，对你这么温柔体贴。我过安怎歹，你嘛讲过，我是对你上好的人啊。点去，我忍受着委屈，搁在你糟蹋我、侮辱我，我出卖我家己，我就是为着要等今仔日对你报复。既然你对我已经无什么利用的价值啦，我就爱你付出代价。也毋过我是真心爱你的咧，雅文。你安尼虐待我，好作爱哦。好啊，安尼为着要报答你，我嘛决定好好爱你。
那呢，你要哪个爱？啊？海大，最毒妇人心，你千万唔通相信伊个。王亚文今仔出卖我，有一天伊咪出卖你啊！张毅，你平头一点，你来甲海大比拼？哈哈哈！哈哈！哈哈！张耀成，你声声句句讲你爱王亚文。 为着伊，无惜甲我毙命，今仔日你若是死伫个手头，应该嘛无话通讲，吼、哦。海大，我只是甲你提醒，该拖出去，好好甲照顾一下。海大，海大，你若甲我抬死，你会后悔。王亚文，你一个下贱的查某人，我做鬼，我要将伊报仇。 王亚文，代志我已经替你处理好势，拄则杨玉成的话你嘛有听到。你若是有一天想袂开，要对付我，你就要想个清楚，唔通怪我无甲你提醒，我无亲像杨玉成这样好对付。你莫太黑白讲，我若可能安尼对待你。 安尼就好，亚文，你甲庄娇娇软禁伫厝内，伊是替美国护照，若是惊动着地母仔，代志就真拿手哦。这个查某人的话，你是真歹了解。我即马甲你讲，优秀必报。搁再讲，若我即马有你保护我。 就算我是美国总统，大驾光临，我嘛免惊。你讲对无？想袂到你嘛真雄嘛，啊？你嘛是同款。<笑> 云山有滴无？许文杰，你哪会规身躯酒味啊？我有代志要找云山。你先甲我讲，你心肝内敢会阁有焦焦？有啦。有。 你这个情感有，我替娇娇不平，一定要讲你几句。许文杰，你是查甫囝，查甫囝都要负责任，都要有爱心，都要有担当啊！吴妹妹失踪啊，你都要负责任，爱去解决啦。我看你敢若无药无救，你就是你用酒精麻痹你家己，娇娇家己都会倒来啊，是毋？ 我知影，我安尼做唔对啦。你知影？既然知影，你袂晓去行动哦。你找袁生有啥物代志？我既然山无伫，无先来走，是的。 刚刚电话听闽南，刚刚无伫个。拢出去办代志啊？对啦，你刚刚拄着文杰。文杰刚来，我拄好要找伊呢。什么代志？我甲边仔个见面，有讲到文杰代志。伊讲文杰即摆真后悔，过去甲我遐尼济冲突。伊即摆嘛看清楚，爸爸个精品报告。
麻烦爸爸做任何代志拢是计划，尤其你爸真正欺骗阿哥的感情。啊，伤心的，伤心的，彼个你到底是安怎度过日子？伤心的，伤心的，彼个你到底是安怎度过日子？以前我嘛看清楚你爸爸的真面目啊！麻烦爸爸做任何代志拢是计划。尤其你爸真正欺骗阿哥的感情，为这件代志，文杰嘛离家出走。阿天唔知影，知影许国川真面目无？我开始烦恼阿天啊。高家高讲，伊嘛讲我听袂入去，讲我是白讲。我看，我先来找文杰。你现在需要我安慰？我唔知影文杰是因为因爸爸的代志，心情才这么沉重。我拄才对伊讲话有较重，一定伤到伊的心啊！我甲你找伊。虽然我捌怀疑讲，你爸爸是杀死爸爸杀人凶手，但无到即摆，我拢无任何证据。我嘛知你是要做恁爸爸的好囝，我并无怪。原本咱是一对真好兄弟，就因为阮爸爸，造成咱的分离，甚至乎一直误解伊、怨恨伊。即摆将爸爸所作所为。是有目的，是为了伊家己。我根本就无见面，求你原谅我。是恁爸爸所做的代志，跟你淡薄关系拢无。那也无关系，我是伊的后生。想到我是柯国团的后生，今日我死袂找你，是因为讲，那感情比兄弟还搁较深。在我的心内，我从来拢无可能放袂记的。你爸爸考古团是我永远的元首人，阿你，你是我永远的好兄弟。我自比尔遐有听到，你甲恁爸爸咧断绝关系，其实我真痛苦，我嘛真欢喜。痛苦的是，你跟恁爸爸断绝悲哀感情；欢喜的是，你完全无认同恁爸爸的做法。文姐，即摆我有开一间小公司，我真正希望讲咱兄弟仔，咱做伙打拼。我嘛希望有一天，咱能堂堂正正来顶下长青。人伫咧讲啊，兄弟也同心，废铁嘛变成金。文姐，你等下好不好？咱做伙拍拼。心陪阮走一条路，真正。
心事，永远不惊风雨。老妹啊，啊，爱看这份爱对不对？哎，来我看。哎，嗯，我是破格。哎，珍珍，哎，珍珍，好大好大，哇，珍珍，今天看起来好像精神很好的样子哦。因为我要向你宣布一件喜事。喜事？嗯。哎，珍珍，是你和远山的喜事。你真爱讲生笑，不是我要远山啦，是咱公司的喜事，咱就要新加入一位有能力的工作伙伴啦。是，那谁啊？今嘛欢迎咱总经理许文杰先生。哦，文杰，哈哈哈！大米，高调，不欢迎不？哎呦，当然高兴啦！欢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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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多谢多谢，欢迎哎！他咋能是老同事嘛？你什么时阵跟你是同事啊？珍珍，不是我卡马中把你炒开，较早我是长青集团是清洁班的班长哎。门口那个东边，那么是我的班兵，那有听较早福建的扫兵扫的。嗯，你是咧喊兵哦？我哪咧喊兵？东边方做者，无你问门口啦，哇，就是扫兵扫的。看慢点嘛，好啊啦，这过去的事哦，你再倒倒跟我真正听。文姐，办公室小解释跟大家委屈你啊。你哪安尼讲啦？为什么开始哦？咱兄弟啊，做伙为基层开始做起。到底把长青集团提倒转来。文杰啊，我们是公司虽然小，希望无限大。嗯，冇错，咱大家兄弟同心，让乌土变黄金。对对对对。咱想要大家哦，都来有这个共识。嗯嗯。困真神的形，看起来阁不哩啊水，无怪文杰予你去应着。王亚文，你到底是要安怎？你总袂用一双脚关在家吧？你出车祸，是我救你的，我要爱你安怎，你就安怎。当初我想要好好对待你，哦，文杰。会当倒转来我的身躯边，也毋过每一个人拢反背我，所以我有一个新的想法，我想要试看卖。假使讲你若变歹，毋知影文杰是毋是会安尼爱你？我是咧帮助你试探文杰，看是毋是伊真心伫爱你，或者是佮他爱你的面貌。你去外面刺青，佫倒来拿钱呢？啊，我这是免费的哦。我伫你的面。是要请谁较好？是写字呢，还是画图哈？你是介意哪一种？等过两天，我才搁一刀甲你割落来，来发泄我心肝内不满。你讲好无？亚文，我求你，你别安尼。你叫我嘛无效，每一个人拢反背我，每一个人拢害死我，这一切都是文杰做出来的。本来计是甲黄兆成拄着的，我得当做董事长，
你就当做总经理啊。结果是迄只老虎，靠个团较厉害啦。所以咱失败啊，咱又搁讲句啊啦。今仔我呢，又搁挖过靠个团去平啊。江少伟，你要我等许国传兄，你干嘛跟我参详？你过遐要换工啊，你嘛无事先找我参详。是啊，我换主管，我都要事先跟你参详啊。你找我要创啥？提钱啊，除了钱，我还阁对啥有兴趣啊？我也无欠你。你唔通袂记你哦，你即摆房间内底啊，还阁关一个庄娇娇，也就是考古团的金主庄启美查某孙啊。啊，我即摆呢，我是考古团的好啊。你甲许国传讲啊，我唔惊。哦，你即摆是客说你有感觉对无？亚文啊，你这个人的消息咯，都太无灵通啊呢。你的客遐感觉啊，嘛挖过考古团那边啊。你也是甲钱哦，乖乖好看啦，我得当摕保守币。好。哎，江海大，很闹闲啊。江阿伟，你来这创啥？无啦，阿就来这找便所，我就办完了，我要来走，再见，再见哈。伊来创啥？伊来甲我讲。你搁甲许国传合作个是？我唔对。海大，许国传是我的元首啦，嘛是你的元首啦，你啥物要甲伊合作？阮这道诶，所有诶代志，拢用用钱来化解。所有诶人，卖当为着钱来结怨气。也毋过，那是地外诶查某。会当把我奉提到四时啊四时，无得看，我会将我所有的钱拢交予伊。我不爱提你的钱，我要爱你替我报仇。替你报仇？你计是讲我是七仔眼睛？有钱就有爱情，若是无钱，你计就是爱情。安尼讲起来。我其实去跟你斗阵的目的，你家己去找你的路。你敢捌听过？请神容易送神难，是你家己来找我的。在我未升仙进前，我未放你走。安总，你无欢喜我卡？我搁在考虑，我哪敢无欢喜呢？我只是因为你要甲许国传合作，所以我才无心情。哎，我甲考古团迄只老狐狸合作，两人是互相利用，伊嘛是惊我甲糊起来。今仔你是我的查某，伊绝对唔敢叫我对你安怎。你是咧烦恼啥？我考古团是台湾的企业界，又搁上报纸的头版，以后要巴结我的人，又搁爱排队啊！啊，老早，我这个一零一总部要甲你报告一个消息，什么消息？有正确吗？当然嘛，正确。讲啊，恁囝又搁反背你啊！伊走去方远山的公司上班啊！囝，这是道理啊！我
我先去个公司，还佫另外一工另外标个。好，无问题交我，祝你成功。好。总经理唔做，你来遮创啥？我要靠家己，我唔爱靠你弟。你是头壳歹去是无？我一直尊称你是我的老爸，也毋过，我无想要用任何无正当的手段去得到任何目的。我用心计较，就是要铺一条路给你行。什么叫正当？什么叫无正当？爸，前一阵仔，咱为了三顿，为了治好吴林分子。什么头路拢做，甚至连你徛在路边摊夜排啊，咱同款过啊真快乐，敢毋是？那是国不理想的代志，迄种日子毋是我考国团应该爱过的。我所要求的，是我，我的后生，我的孙，过得比别人较好，比别人徛得搁较悬啦。但是我认为，若要赚钱，爱靠家己，用骗，我会感觉更笑。不过我跟你讲一遍，你即摆即时到倒个公司上班，我袂。是故意要让我闹开，你上好是闹开。我跟你讲，你莫阁继续骗，继续害伊啊！这个贱主，我今日无好好甲你教示，我就是叫考官团。鬼佬，鬼佬！鬼佬，你有听到无？鬼佬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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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爸，我是你的囝，就算讲日子过到安怎艰苦。我嘛想办法趁钱来饲你，绝对袂让你夭折。也毋过你听我苦劝，莫阁做无情无义、伤天害理的代志，好无？爸，就算我拜托你，算我求你，你回头无？爸。拜托你，你回头无吧？我最后再问你一遍，你到底有要跟我走无？我无。好，既然你心肝内无我这个老爸，我就跟你脱离开白家关系。啊，我伤心的、伤心的彼个你，到底是着你、爱着你？我最后再问你一遍，你到底有要跟我走无？我无。既然心肝内无我这个老爸，我就跟你脱离开白家关系。今日开始，你是死还是死，我拢袂阁管。爸，你是我无爱，我嘛无想要做一个不孝囝。也毋过是在无法度认同你的想法甲你的看法。你生我的温情，我后世也一定会报答你。请你原谅我。
一定是方元山的西凤文杰。可，我绝对袂放你耍。叫我摸你呗！你来，总经理有啥代志？联络公司经理上的干部，准备开会。我要将方元山的客户拢总甲抢过来。总经理，安尼无啥妥当了。迄本社要离开咱明苑的时阵吼，董事长有特别交代，讲咱袂使甲本社抢客户的啊。公司即摆是我咧运作，我有怪作风，叫咱咧做就咱做。这，无这也好啦，紧准备开会。你会生气哦！你去恁家对无？你希望恁囝会当乖乖伫你身躯边对无？哼，当然。那呢吼，你著比我更加无了解恁囝。你到底是想要讲啥？我咧替你想办法啦。你有啥物办法？哼，若无三两三啊，哪敢上梁山？我若是无办法，哪有可能做你的军师对无？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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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嘿对你，你阿哥，还有你爸爸，我亏欠你太多，我一世人，安怎还嘛还没有？你别安尼讲，你爸所做代志跟你无任何关，你莫把所有罪拢放在你的身上好。喂？元山，哎呀啦！什么呀？刚刚我们才去弄那样品屋。哎，等下敢要有人客入来？没了。了解。哎，你怎么这么说啊？啊，我没安怎讲啊？啊，我一个人在这，人客感觉入味啊。阿文，你人客带大走哦。那无哦，我是会报警的哦。要报警哦，给你报。阿嫂，刚好，你今麦即时给我走。徐文杰，恁老的吼叫我找你，我一定爱找你转。恁老的脾气你也是唔知影，啊到时我若无找你转，我的饭碗是会弄破的。看你讲，文杰袂该转去的。好啊。徐文杰若是不爱跟我回去哦，我就在遮，我替你告辞，较袂许贼仔转去。文杰，文杰，莫啦，你是拍袂赢我的了。什么？你莫回去，伊嘛无你法，那是莫动手。有这款代志？是啊，我嘛有甲报告过啊，我讲董事长你有着有交代。讲袂使为难方远山人，啊！不过伊都唔听，我唔知走转来来当处长你讲。这个郭传是咧创啥？明明知远山一直无谅解伊，伊搁去抢伊的客户。我来找伊讲，行。这个代志我来处理，你莫插手好吗？郭传，我知你无介意远山，不过伊是我的孙啊，看在我的面子。你莫为难伊好，唔是我咧为难伊，是你为难我。伊为着要给我歹看，故意叫文杰去伊公司上班，害文杰跟我冤家离家出走。文杰已经大人啊，伊是因为跟你冤家才离家出走，跟远山什么关系？我安尼做，唔是为着我家己，嘛是为着你。你摕遐尼济钱给伊开公司，你是安尼伫咧报答利息？我避免就避免，
话唔做就唔做，这个唔知感恩的人，你还搁来替伊讲话？远征离开明远，那是阮公孙的代志。你跟文姐冤家，那是恁爸仔囝的代志。我即摆把公司交予你，伫咧公司，我是顶司，你是部属，所以我希望你公司甲叔叔卖男男做伙讲安尼好无？这唔是个人温暖，任何人阻碍着公司的业务，我拢甲堵掉。远山是当时去阻碍着公司的业务，我看是你对远山不满，遐尼侪年的恩怨，你还搁藏伫咧心肝内，你对方鹏飞的恨，拢抹伫咧远山的心上，对无？既然你要讲公司，我就跟你讲公司。我是公司的总经理，负责公司业务的成败。我的目的就是要打败所有的公司。黄远山的公司是真拄啊好，我要打败的对象。所以你就压我，叫我莫对付方元山。你是总经理，我是董事长。明远公司要做什么生意，甲无爱做什么生意，都是我董事长在咧做决定。你这个总经理，敢负责规划甲完成尔？何川，我必须要提醒你，假使你若继续遐尼占官，你这个总经理，我可能会换人做。敢有需要为着远山，拄仔讲遮尔啊重话？你当作我伫美国生意是哪样做？我嘛捌失败过，我知影要安怎经营生意。你也知影，这是明月公司，不是你较早的长青公司。你想要安怎做就安怎做。奇美，啊，咱即摆是咧讨论公司的营运，敢有需要为着远山来破坏着咱两人的感情？我只是要提醒你，公是公，私是私，针对你打叫远山。这件代志，我就感觉你做唔对。师妹，你敢有需要安尼伤害我？是董事长伫咧压我。我是查甫人，我嘛有我的自尊。更何况，咱两人的关系。我知你对我的失意，所以我唔才把公司予你经营，就是无希望看到你过艰苦的日子。不过经营一间公司，上惊就是骄傲，骄傲必败。以前你伫咧落票的时阵，我感觉你足欠伊的，我较爱看以前的你。看起来，咱是有淡薄仔误会。我知影，总经理是你给我做的，我明日放我袂记。公司，你是我的顶司，是我的头家。私下，咱再唔讲感情。是。你免安尼啦。无，我认为咱也是爱公私分明才好。我知影你做总经理是委屈你。袂袂，一点仔都袂委屈。我只是想袂到你对这件代志是这尼啊坚持。我感觉我这个查甫人实在真无路。是的啦，我讲话较重，你莫生气。袂啦，我认为我也是应该较有分寸。远山。那有几个是出问题，我查过啊，原来是许国传在抢咱的业务。又搁想办法，文姐，先别激动啦。既然爸爸来找我，我等伊找伊理论。哎，好个，文姐，文姐，你若是甲你爸爸讲会通，今日这挂人都袂来遮乱啦。我今麦要安怎？你爸爸。是吴安婷请伊去明远的，若是洪安婷出面给伊施压力，伊嘛是一定爱听。我看这件代志，还是我来出面。安婷，珍珍，安婷，你甲明远告许国传，我无话通讲。啊，不过即摆许国传用尽各种手段来打击远山的公司。我希望你好好约束伊，叫伊莫安尼做。
国产较顺的才是安尼做，我会考劝伊。只是伊即摆是总经理，伊有伊的职权伫咧，我无方便干涉。安提，你哪会安尼讲啊？伊迄个总经理是你给伊做的，伊若乌白做，你会甲伊的职位扳掉，莫好做啊！而且伊即摆公器私用，叫江浩文带人去样品屋闹，这明明就是要甲远山作对啊！伊甲远山的温暖，我中间已经有伫咧劝啊，两个拢唔听。即摆我若为着远山，还甲伊贴破面，唔加歹看。安提，你需要做这件成功是为虾米？都是凭你伫咧心理场上一向公正。我食到这么大，唔捌看过你亲像即摆这样软弱。是安怎你面对许国川，都变到这么感情用事？远山是你的亲孙啊！敢讲你真正要为着感情，都放弃亲情啊？是？真正，那连你也讲这种话，我伫咧事业上较公正，你也毋是恁捌看过啊？毋是讲我无照顾远山，只是事业较亲情。你若是真正疼远山，是安怎你毋想办法阻止许国川？所以在咧替许国川讲话，是安怎？是安尼啦，其实许国川遐，我嘛已经捌甲讲过啊，只是。真正，你爱相信我，我答应你，这件代志我一定会处理，安尼好无？安婷，你唔通为着许国川，连亲情都歪掉啊啦！真正，因为我无想要看到你后悔啊，哇塞！王亚文，你来当什么老呢？啊，恁这个所在不是你买厝的，我是来这买厝的啊。你根本就是来找麻烦的啊！靠前生，你做代志的态度，敢那无啥对呢？你看，押金我都提来啊！你认为我是来这找麻烦的哦？好啦，你先介绍一下。看不了，叫介绍一下。我，去啦！啊，我来介绍。我这间厝吼，我来设计的。我不爱别人介绍，我干那要爱许文杰。感觉你连客户这点的要求你都做袂到。谢谢。这间厝。三房两厅，客厅坐南向北。讲起来吼，我实在有够歹命啦。你敢知影我来买这间厝是要买予谁？就是要买予阮囝。一般来讲，若买厝，应该是老爸买予囝。不过我甲别人无共，我的情夫，伊爱着别个查某。所以啊，我只好饲我家己，还阁有阮囝。你到底有要听我介绍无？当然嘛袂啊！哎，我是客户呢，你总应该先了解你客户的需求啦。我甲你讲哦，我今仔日唔那是干呐要买一户，我是要买两户，而且是连做伙。亚文啊，啊你甲恁囝要请来大头家，要到两间要怎啊？这你都唔知影，隔壁已经是要用来金屋藏娇的。金屋藏娇，那我咧找我金屋藏娇的啦。这都是因为我的情夫想要甲迄个查某结婚啊，要不过伊的经济状况无好，我惊伊厝买袂起啊，所以
我就决定要送一间厝给伊。而且我住伫隔壁，嘛头壳给我的翁比较较方便来看我的囝。柯先生啊，你讲我做人袂歹吼。我这么好的某，唔知影通珍惜，真正是目睭拖汤。就是讲啊，也毋过，毋知迄个查某敢有这个福气，通享受到一间厝。伊即摆下落不明，无得可，伊被关伫一个所在，被绑条的，伫受尽折磨。哎呦，查某人就敢那花嘞，是上袂堪要受折磨的。唔知影等我政府找到伊的时阵，凡说讲已经下去啊，嘛无得可去用打乱去啊。伊个查某本来是真水，唔知影即摆受尽折磨了后，我的翁是毋是还阁会遐尼啊爱伊？听你讲，你知影鸟鸟人伫倒对无？阮姐，不是，莫客。你是咧创啥？你放较尊重个哦，我是客户呢。你安尼对我动脚动手是足歹看个呢。你甲我讲清楚，你到底甲鸟鸟藏伫倒位？阮姐，冷静点，阮姐。莫客，唐叔，听伊安尼讲就知影，鸟鸟叫我绑去。你叫我要怎认真啊？你讲我绑走娇娇，你敢有证据啊？若是无证据，你就是诽谤哦。我会使告你。我要问，我要问，不接，不接啦，不接，不接，莫冲动无啦。你即摆该好好讲，阿不知要怎救出娇娇。我知影，我知影。我要问，等一下。你大家先去外口等我。呀。柯先生，你是有什么事高兴？亚文，就算我拜托你，你把娇娇放出来我。这是你许文杰第二届来救我。看起来这个查某阁不了有福气，会当让你安尼死心塌地来。亚文，我知影娇娇在你的手里，我求你，你该放出来好无？谁阁娇娇在我的手里？亚文，算你运气好，因为我拄啊好认识几个大哥级的人物，只要我讲一声，因应该拢会给我淡薄仔线索。好，你去找到伊。那你也拜托你，可苏娇娇会当找到来，我只是啊，拢会感谢你。感谢是毋免啊，我这个人一向为人付出，要唔过我所得到的，全拢是口口碎碎。什么时阵别人不甲我回报？我即马看得真开，不管我做什么代志，我拢爱条件交我。什么条件？你讲。啊，无安尼啦，只要你这三天拢陪在我身躯边，我叫你做什么，你就做什么，我自然就会把伊的线索甲你讲。啊，伤心的，伤心的，彼个你到底是安怎的？你这三天拢伫个我身躯边，我叫你做啥，你就做啥。我自然就会将伊的线索甲你讲。安怎？你不愿意啊？你就要好好考虑一下哦。只是我惊讲，你若考虑伤久，啊，万一若是未赴，伊咧火下去，热去。安尼是无够外好。王耀文，你这份面就这威胁我，你到底是要安怎？咱就已经离婚啊，
你搁爱我陪你三工，安尼就对你来讲有啥意义啊？我叫你做啥，你都爱甲我做啥。也不过你放心，我袂去叫你做猪做狗，因为恐惊你做嘛无成，我嘛袂叫你去死啦。因为你若是死，我都爱甲你收尸，哦，有够麻烦的呢。哪呢？你是？我只是感觉，这孩子出事了后，身躯边若不是无老母，就是无老爸。我是要爱我、你，还有志豪，好好斗阵三工。在这三工内面，你好好尽你做老爸的责任，好好来疼惜这个囡仔，安尼你敢无愿意？好啦。等你考虑清楚，你再找我。大姐，好，我等。这三天你袂用提手机啊，嘛袂用敲电话。你软土真滚。我知影你为着娇娇，你一定会答应。真真啊，是安怎样？你拄仔靠我，我听你声音怪怪，我先赶转来。什么代志？我为着许国川的代志去找安婷。安婷，虽然你为何许国川，我一时冲动，都甲伊起冲突，佮讲一寡伤害安婷的话，我即摆感觉足后悔。我能了解你的感受。阿哥带你大汉嘞，你又敢，你又敢母仔同款，啊！即马才为着两个外人在起冲突，我当了解你的心情。做细汉到大汉，安婷拢真疼我，从来都唔捌大声讲我，我嘛从来唔捌我你阿哥，我哪会知影？家己一听到安婷讲，伊无法度阻止许国山对你的伤害，我都规个心底拢压起来。伊即摆一定就伤心。这也袂当怪你，我嘛责任。到时毋是因为我，你嘛袂起冲突。啊，不过这件代志，咱两个想法拢是共款的，咱拢是为着阿哥好。伊也是为考古团付出搁较济。伊的想法得搁较重，敢毋是？不过即摆看起来，咱烦恼嘛无效啊。安婷已经完全倒位徐国川迄边，我今日已经无理伫去做判断啦。喂，先生，阿鹏哥讲要请三公假啊。阮是要请三公假。啊，大爷，阮就来找文杰啦。啊，伊讲吼，伊若要知影鸟鸟伫啥物所在，啊，叫文杰一定陪三工啦。啊，你看起来，鸟鸟是叫野人吵走。我是毋是会当影响伊？即摆根本就无需要看人个头面，把明远掏空啊！你受到报应！老天爷为什么不惩罚他呢？我正式开除你这个总经理。我避免就避免。你到底该讲啥？我不过是咧利用伊尔。哪会去互徐国川骗你啊？我是华都阻止。就算打给我算啥？安婷一定会受到许国川的气气，才有可能跳水自杀。听讲庄清美自杀死啊了，等下我再去见属性。你千万别再离开我。我会替你辛苦。心爱的你是走去佗位？为怎样我的皮拢无消息？你敢是藏伫咧海角天边？心痛过去的日子。心爱的你无伫咧身边，不只有将伤痛扎咧心底，最惊是听别人将你提起，阮着爱心痛几暝。啊，伤心的伤心的彼个你，到底是安怎地过日子？惊人地唱出着旧情绵绵。阮的心就痛到要死，啊！伤心的伤心的彼个你。
心就痛到要死。